愧是 ESPA 的队长兼门面柳智敏，真的太辣了吧。27日 ESPA 在美国洛杉矶举办 Showcase， 宣布正式进军美国。在 Showcase 上， ESPA 表演多首大热歌曲，柳智敏更是凭借勾魂11秒强势登上热搜榜单。在表演歌曲鬼火时，柳智敏随着音乐摇臀摆手，身体柔软就像是一条美人蛇，仿佛正在盯着猎物，浑身都散发着魅力。虽然只有短短11秒还是粉丝拍摄生图，但柳智敏依旧凭借这个片段迅速出圈，网友们都忍不住惊呼柳智敏真的太抓人眼球了，这个动作果然还是他做最有感觉。不得不说，柳智敏真的算是逆袭女王了。早年因为被曝私下吐槽 SM 的前辈，遭到他们粉丝 anti， 还没出道就收获了一大批黑粉。柳智敏出道后 XO 的开表演双人舞，再次被嘲讽身姿僵硬，舞蹈水准太差。就在大家以为柳智敏会这么一直被黑下去的时候，她凭借越来越好的舞蹈能力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。果然能当组合队长和 ACG 的人真的不简单啊。你们看完这个片段有被柳智敏吸引吗？